现实现实，哎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那幸福呢要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永远青春美丽。那么在台湾 No.1 的舞台上呢，永远都是冠军，这样好不好？虽然做了几次被庄正凯给打下来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也做过，你也做过，他也做过。我觉得不管谁做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变了很多。你以前在有台的歌唱比赛呢，已经是很棒了，但没想到台湾 No.1 这个舞台呢，打破了你的血，然后让你自己呢变得更精进，然后你也让我真的是大跌眼镜。我相信不止我，每个人都一样，这是每个人为你开心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点。那也希望呢你能够继续这样子的努力下去，那我们一定要支持你。那我相信这是你今年最棒最棒的礼物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祝你啦，身体健康哦，然后生日快乐 ，OK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杨千石 ，Oh Happy birthday to 杨千石。天哪，那个祝福杨千石唱生日快乐歌，我还要把我的歌唱的水准提高。有没有感觉到我那个歌唱的声音？千石，认识你也差不多这个差不多七年，也快八年了吧？是不是？应该是从那个超级偶像一路走到现在，没想到我还跟你走在一起。好，对，这是非常特别、非常特殊的一个缘分。那我们继续再战十年，好不好？杨千石，生日快乐！杨千石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你生日快乐！你知道怎么跳吗？我们的百变创跳女王杨千石。王灿，今天很荣幸能够在你特别的日子里头留言祝福你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一辈子难得修得的福气。我讲我要被谁中啊？确实，这个就最近刚来打工的那个工读生，专门在卖西装的，不要理他。你也知道为什么我都会用这一面看着你了吧？因为另外一面是无法示人的，所以呢，说真的啦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有一次我们在车上聊天，真的我觉得好开心哦，因为那是我来到台湾No.1里面让我最值得回忆的一刻，因为你分享了很多你在舞台上的经验，还有你心里头的一些想法，让我这一个老鸟呢，可以放很多的心站在这舞台上，真的。因为这样子，我告诉你，我送你一个很大份的礼物，就是我祈求上天呢，能够让你呢，将来演唱会一场一场的办，活动一场一场的接，然后呢，有新的好的作品分享给大家。再来呢，最重要的，能够去到你想去的国家 ，OK？ 哪一国？我已经结束了。首先应该要来唱个生日快乐的歌，唱个什么歌呢？唱这一首 Happy Birthday， 哈哈哈嘿嘿嘿，我祝你吃到2350岁 ，Happy Birthday，Hello， 千石，我是郑凯，郑凯在这边先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青春美丽，然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怎么会词穷了呢？其实呢，说真的，来到 No.1 台湾 No.1 跟你还有大家这样子一起比赛，其实这段期间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乐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而且呢，其实在互相的大家一起这样良性竞争，其实说真的，那我觉得说很像是加入一个大家庭，所以让我觉得说在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大家也是在舞台上，其实是互相竞争较量的对手。
舞台下还是舞台上，其实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而且我们私底下的感情其实也非常好。那我觉得来到这个 Number One 这个舞台，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。当然呢，也希望我们的倩石在歌艺上还有舞艺上啊，会在更上一层楼，更加的精悍，更加的进步。好，当然也在这里，当然祝倩石生日快乐。Hello， 倩石，我是妍美，我们一样都是六月份的双子宝宝，在这边呢，先祝你生日快乐。那你是一位真的让我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，对，不管是在唱歌，或是你在舞台上任何非常专业敬业的一个态度，我觉得你的态度让我觉得很佩服。那希望呢，你越来越好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， 千石！李彦，龙头生日快乐！青春美丽。爱你，恩姐生日快乐，肥妹。